有媒体报道称张惠妹是王力宏前女友，并指出李金磊在长文中提到曾经一起看电影的王力宏绯闻女友正是张惠妹。对于阿妹在被扯上磊宏婚变，对此阿妹经纪人陈振川出面回复媒体称，快20年前的事我不想打扰问阿妹了，更不想拿这种未经求证道听途说的陈年往事对人落井下石，够了吧。当年阿妹与王力宏互动频繁，女方曾飞到纽约找王力宏，而王力宏也带她与家人见面，奈何兜兜转转王力宏的绯闻女友不计其数，真正步入婚姻殿堂的是李静蕾，却终究遗憾分开。据媒体报道的消息称，张惠妹与王力宏分手的原因是对方的妈妈嫌弃她学历低，再加上冷暴力导致。如今看来，事情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毕竟那已经是陈年旧事，谁哪怕当时的绯闻女友